这是一张树蛙避雨图，还有这样这样的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摆拍。动物摆拍的尺度可以说非常之大，折断四肢、破坏巢穴、浇水、固定身体等方式五花八门。摆拍尺度越来越大的同时，对象也不再局限于自然界的动物，而是我们。它们的形式琳琅满目，故事眼花缭乱，有的看着图一乐没毛病，而有的摆拍真的让我很反感。本期来聊聊我所担忧的事儿，短视频背后的流量密码，儿童摆拍。各位先别慌，其实这是摆拍。对看客来说，新闻总会变旧闻，无论当下情绪多激动，睡一觉起来大多就抛之脑后了，但站在孩子的角度可能没那么好过去。这就是我担心的第一个问题，过分的剧情演绎是否会造成儿童的心理阴影。各位可以试想一下这个场景，儿时的你独自在家，深夜有人敲门，透过猫眼你看到一个陌生人在傻笑等你开门。有研究表明，学龄前儿童对于带有负面影响的社会事件存在明显的记忆偏向，相比幸福回忆，他们更容易记住负面信息并受到其持续的影响。而刚才说的那个场景，正是我的同事告诉我他20年前真实遇到，如今还难以释怀的心理阴影。 OK， 摆拍的形式那么多，咱不搞这么吓人的，那再看点阳间的案例。小棉袄漏风，小孩哥教我做人。翻翻这好几页的精彩剧情，有人可能会感叹一句演的吧，然后划走，有的可能会由衷赞赏一句像个小大人。像个小大人说专业点就是儿童成人化，而这个形式在摆拍中几乎算孩子们的职业病了。从幼儿时期，人类就拥有模仿的本能，且能通过此行为获得知识。正因如此，这些小戏骨们可以更快地抓住看点，且在获得好评之后继续表演，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。大多数短视频内容光鲜亮丽，正能量满满，似乎不会给演员们带来什么阴影。的确，拍一两个是问题不大，但谁又能接受出道即退圈呢？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潜在的问题，正能量中的价值观扭曲。频繁接触超越年龄的行为举止以及观念，学习期儿童极有可能在正常生活中模仿剧本中的错误行为，甚至导致其认知错位、价值观混乱扭曲。为了让自己的视频更有吸引力，孩子做出夸张表演去迎合成年观众的审美趣味，而这些看点笑点通常以家庭关系的错乱为主。那么如果从小接触的观念就是不必听取他人的意见，不用尊重父母，且可以随意攻击他人，是否久而久之这些剧情也就成真了呢？如果每次获得父母的奖励都是在表演之后，没准我表演我得到就是他们认定的规则，成为大网红大主播就是他们童年的理想了吧。曾经就有过一名乘客在飞机延误维权期间声明自己是百万粉网红，要求工作人员无视正常工作流程。显然哪怕是成人都有可能将网络和现实混淆，更别说是还没有完全认知世界的孩子了。退一万步讲，心理阴影我们可以说是孩子内心太脆弱了，价值观扭曲也可以说因为父母没有把握好镜头内外的界限，我可以忍，大不了我不看，毕竟以上情况起码没有触及法律的底线。充满暗示的动作眼神藏匿在一个个骗你生女儿、女儿控、萌娃的视频标题背后，而更让我震惊的是拍摄者的底线和被拍摄者的年龄一样无下限。是的，儿童摆拍更让我气愤的就是儿童软色情。为什么说软？因为它不是赤裸裸的色情，你很难界定它就是犯罪。电影《我的小公主》就是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，一个刚起步的摄影师为了进入上流社会，用女儿带有强烈性暗示的写真作为敲门砖，而后照片尺度越来越大，影片以女儿逃离家庭结尾。不幸的是，电影是由导演伊娃·艾洛尼斯科的亲身经历改编，幸运的是伊娃对此事搜证上诉，耗时11年终于得到解决。而其他的孩子们呢？我最担心的是长期接触不合时宜的性感，让他们失去了对正常行为界限的判断。其中最可怕的并不是我们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，而是在受害者看来，他们被拍摄的这些都是正常的，甚至是对的。更有甚者主动物化自己，成为引流甚至生财的工具。以上说的这些不过是摆拍界的冰山一角，他们都有共同点，就是都存在表演成分。那如果摆拍只记录真实，是不是情况就没有这么糟了？很可惜，拍摄者的为所欲为让孩子们的痛苦更加清晰可见。我并不打算讨论该不该施以援手，也不去界定其真实性，只是想从这些小小求助者的角度出发，将镜头前的孩子看作拥有自尊心的个体，聊一聊此时的他们内心作何感想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因样貌上的不同产生羞耻感的经历？我小学时剃过光头，那会儿觉得大家都有头发，就我没有，非常的，另类。
所以上学戴了几周的帽子，结果反而成为学校里最亮眼的仔。小伙伴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并无恶意，却令我坐立难安，羞愧至极。时至今日，我早忘了那是几年级的事儿，但仍清晰记得周围人的笑声。而再想想这些孩子们，他们展示的可是身体容貌上的残疾，为了得到帮助，将自己身体缺陷一次次的暴露，去换取微薄的帮助，这样自揭伤疤，还要对着镜头说那些大人教的话，换来裹挟着恶意评论的流量，是孩子们的意愿还是其他人的？就算是孩子没得选，为了减轻父母压力，出于个人意愿，不得不将自己的不堪公之于众。很久之后，或许他们都能挺过难关，但回想起当时，是不甘，是自卑，是自贱，我不知道。美国心理作家沙希达说，当孩子受到父母的伤害，他们不会停止爱父母，但会停止爱自己。我没有权利去给这件事下定义，也不能用个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。人与人的痛苦各不相同，说这些只是想拍摄者和我们这些观看者能够意识到，这种摆拍行为对孩子们的心理伤害可能是非常巨大的。而除了心理，他们的身体也饱受摧残。在搜集资料时，我看到太多不堪的案例，不堪到键盘都快被敲坏，但屏幕外的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被欺骗的善意转为攻击，却由同样被利用的出镜者承担愤怒，面对不良引导，仗义执言却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流量，亦或是化身为乐子人默默点赞，看见不喜欢的就划过，看点开心的，生气怒骂也好，点赞转发也罢，流量不分好坏，都能给创作者带来利益，也变相拉低了拍摄者的下限，以至于家长为了吸引眼球，吸引商务合作，流量变现，甚至让穿着尿不湿的孩子下厨房做饭。剧情、人设、运营，甚至还有团队能为你量身定做，成为他们的提线木偶，是真是假还重要吗？曾经我也很爱看屏幕中孩子们的嬉笑怒骂、悲欢离合，还点了不少赞，但现在我不敢看了。于是我想写一篇关于儿童摆拍的文案，一开始老板是拒绝的，他问我想表达什么，我说请不要让孩子成为提线木偶，因为不幸的人要用一生治愈童年。这里是小满叔，谢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如果觉得还不错就点个赞吧，支持一下我们，下期见。